客未飞，也按多年来希望天天房来传统客庄创新计划，鼓励后生人转到家乡求名事业，带动客庄的生意，还个提升客家文化。云林科技大学客家研究中心今年就举办了一场客庄强人论坛，现场有请的专家来听分析，并向爱转家乡的后生条透过成功的结案分享，前面都涵盖清楚的相关方向。莫管喺艺术方面的投资，还是手工卖酒，甚至系饲新型作物的咖啡农，基本里面的卡种天气，拢是创业成功的案例。本科泰卡家研究中心，家己对案例做新样品和强韧品就分享。我现在在就是创作一个跟地方有关的漫画，就是地方创生有关的漫画这样子。所以我现在来这个地方是为了要取材。因为我从台北回来嘛，对，然后想听听看说到底在这边在地的话，是不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？在创业上，不管是一些技术啊，或者是一些环境。云林县政府委托云科泰卡家研究中心平地卡种强韧轮胎。除了说明卡未飞，将咧推动的卡种创新计划，嘛加了互通讨论，协助上了创业的少年人，每人个就比较明显的创业方向。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说，那青年今年既然要返乡创业，那有什么样的一个利基？那我们在之前有一些就是地方产业资源的这个调查，这会是另一个方向，会帮我们谈一下青年回乡创业研究有哪一些补助的这些要点。透过这样的一个论坛，让了解他们这些创业青年需要什么，需要我们县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，我们带回去会做最全力的去协助他们。分科太讲，强韧创业无可量的方向真多，除了资金之外，技术性、天气性、特殊性，也佮容易卖电，拢系就突破的考验。希望借轮胎扶通，协助就技术繁荣的小能源，清楚方向，嘛提卡种产业的发展，深切新华路。看个新闻，连线论文，恁报道。